上面这一圈一圈都是用我们那个就是魔术贴，对，它是一个胶，然后下面的时候我们会直接把这个那个防护膜的那个底边压在这个脚垫下面，就它整个的防护相当于是它是密封的一个状态。心理上相对来说，还是不像一开始的时候，心里边是有抵触，后来感觉还是蛮好的，大家都做好了防护，这块还是蛮好的。